点好的东西也还不错是吧。的，可以斩杀。如果一费上法力龙这边解不掉的话，开个雕纹可以斩杀。嗯，下面的话是全换，因为帕奇自己在手上，换来野货的牌还是不错的。嗯，还可以。这边有一个暴乱，暴乱其实对阵这个法师是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牌。好，那这边可以骑小斧子直接砍掉，但是问题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下路可以打2个1。这回如果选择2个1费的话，其实就有点伤了，就而且你要送怪，这对，个我觉得太还是亏直接提小斧子好。了。对。提小斧子的话，下回合反正我也是能打出去，而且的话我再上2个怪，我还是有武器，而且有2个海盗随从，是的，对面也会很慌。而且这个13的龙的话，前期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他对，三血大屁股。这个小斧子已经，哎，也是神抽了，你是就的。不要再想别的了。这个你首先你上2个1费去解一个法力龙，下回如果对面再上一个这个三血的生物，你怎么办？其实说白了，这一手其实发牌员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打了。对。好，这边的话应该是选择小斧子解掉。是的，那对面这个手应该也不会亏节奏，应该还是会这个二三直接丢上去，就送掉了这个小斧子，但是也没关系吧？但是你总不能点对面一下吧？应该还是会上，这个没什么道理不上的。好的，那这边过到了一张奥秘，是张冰箱。那这边的话就直接哎，情况会不会有变？但是。想想啊，这个升级可以留给下一个，但是也可以，我觉得还是砍了好吧，还是砍了吧，上砍了两之个后再，随从好一些。对，上2个随从，随从多一点的话，你下路暴乱可能长得攻击力会更高一点，是的，而且对面压力也会大一点，因为解一个可能他还好解，解2个的话他就不是那么好解了。对。他还是时刻要防着那个三费三四。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骨痛能不能一刀给他解掉？是而的。且这3个东西的话，其实给压力也很大的，很怕对面抓一个这个船长，船长的话伤害就爆表了。那对面估计也是只能上一个骨痛了吧？那又来了一个秘法学家，不着急，应该是先来骨痛。是这个秘法学家一般还是先苦痛过过牌吧，因为现对。在牌实在是有点不太好。而且下回可以考虑打一个2+2嘛，就是秘法学家点一下。Let the pain speak to me. 这边暴乱应该是上了，暴乱上了，然后解一手，然后对于法师来说，解一个四血生物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比较难，只有冰剑或者火球。Lovely be thirsty. 但是你要给他过好多牌啊，过2张。过2张，然后再加上他自然过的一张，一共3张牌，3张牌去找一张解场，看看能不能办到吧。我跟药水暂时不行，还有什么吗？有寒没有冰冰剑。剑？麦迪文男仆这个也不行，因为没头有顶上奥没奥秘。秘，对的。还有什么？冰哎，剑，冰剑来哇，了，那这样子可以解了，是最的。后一张很关键，可以选择，我觉得贪一点吧，就是上一个秘法学家在冰剑动一下这个暴乱，下一回可以打火山药水。可以，反正冰住了他也没办法解出对，来。这时候直接点掉一个，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下回火山药水还是很给力的。是的。对，这个冰剑是很关键，很关键。那这边这个升级是肯定要留给这个奥金斧了，2个冰箱已经到位了。这边其实有点难受，因为你如果交这个2+1来解的话，这回合基本上费用是很不合理的，只打了一个一费，而且是你的场攻也比较低。但是致死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不太可能会交的，致死的话还是留在后边，可能去结场就是打脸的话更好一点。而且这个升级是一定要留给这个奥金斧的，因为你的伤害肯定是抢不够的。
对，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已经到四回合了，然后那对面的血好像没有什么降低的感觉。对的，还好这个对面有一手冰剑啊，如果没有冰剑的话，这个暴乱只要踢上一脚就很痛了。哇，这个致死真的要解吗？哇，他为了费用更合理一点，当然也没问题，这样打。那好的，这边雕纹不错，那就先开雕纹。对，雕纹以后接火山也是完全可以的。对，因为你开了雕纹，本来是一个火山加上一个麦迪文南孚的节奏，这如果你这回合有雕纹的话，可能就先开雕纹，然后下一回合再打一个三加二。因为这个毕竟南孚可以打三嘛。对的，好看这个雕纹能开出什么？其实有冰甲肯定会先拿冰甲了，这边变羊火球和扰咒，其实扰咒是可以让下回合费用打满，但是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致死交过一手的情况下，这个扰咒的意义基本上为零了，所以说这边是变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吧，但无所谓，变羊和火球差不多，说实话我觉得差不多，只是区别在于这个还是火球好，多多蛇嘛，多多蛇的话你火球解了就行，所以而且手里有一张陨石了也不慌。对的，好，那这边直接提奥金斧砍脸，下回合可以选择升级再升级，还是很强力的。嗯，这个时候肯定不会这个省这个耐久的，看来也是个年代的海盗战。是的，那看这边应该是哎雕纹再来吗？可以再来个雕纹，其实很需要冰甲，因为血量其实看起来还挺多，但是有可能吃不住的。冰箱那在哪？哎，冰剑也不错哦，感觉冰剑和冰箱选一个吧。手里有两张冰箱了，这个时候去拿一手冰剑好像更好一点吧。嗯，还是再拿个冰箱，就是说我三冰箱，对，那他这边要赶紧拿伤害了，他一口反喷过去，然后打死对面，他是不是这样想？这边肯定会升两波级，然后砍脸，升两级是七，还剩七应该还好，不对，还剩八血，八血是长的，是七公的刀，可能好一点。那这样的话对面还剩八血，八血的话如果场面全解还差一点血破冰，这边应该是打一发陨石好了，火球有点再上一个，那个感觉不是很赚，陨石可能好一点，要交陨石吧。对，这里其实就能看出来还是冰剑好了。对，冰剑你可以冰住他脸，其实还挺好用。也差不多，其实两边都是多，就是两个牌都是多活一回合。但还有个有伤害啊。是的，但是冰剑是有伤害，而且它是起到一个冻住的作用。对。嗯。这波陨石，看这边以色列选手能不能抽到一张，抽到一张伤害，一点伤害就行，有没有？有的，哎，这手很不错。这时候肯定要破冰，这很关键很关键。这边也是笑了，很开心提血破冰，但是还好，但是这边比利时选手很开心，也无所谓，因为我可以选择再挂冰箱，再挂冰箱，然后喷掉你，然后红龙反喷基本上是这个节奏。Excuse me.You are on fire. 我这边再点点一下脸。有没有？哦，这个我觉得不如先砍掉之后提小斧子再上那个。对。那现在问题来了，这波是先红龙喷呢，还是说再挂冰箱搞一回？感觉还是直接红龙喷好一点。这样的话场攻是多少？场攻是九点，九点的话还差六点，抓火山王会死。
要不要冰箱？要不要麦迪文加冰箱？麦迪文加冰箱是一个策略。伊费现在有什么嘲讽吗？好像有，有将军。对。还有虚空。对，还有小鬼。就年幼的佛丁也是的，是吧？对。哎呀，没出，出了个微软。还有一个04，比较多，也没有很多吧，就还好。有。对，那这波应该也解不动啊，九点了。他打算下一回再喷红龙，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这回和喷红龙的话，对面有一手火车王是可以抽出来的。如果这样打的话，夏侯和把对面场面一处理，然后红龙喷自己，这样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有任何叫杀的可能性。是的，而且是不是叫杀了，手里是16点伤害，加上武器17，加上场攻是10，如果不转甲是死的，不转甲会死。那还是会转一下甲。他也没什么事情做，我觉得肯定会转一下。再摸一个火球，还有火球了吗？还有一个火球，再摸一火球会死。感觉现在其实法师赢面还是挺高的。是的，法师基本上可以赢了吧。因为战士这一抽没有抽到伤害，战士这一抽如果抽到一火车王或者是一个致死，下一抽是真的有机会赢的，但是也不太好赢，很难赢。红龙喷自己，手里还有个冰剑，问题不大。这个时候砍一刀，下回合叫杀，有没有叫杀的？这边的话伤害不够，15、16、17、18加上15加1是叫啥的。这边只能提奥金符砍一刀，下一回没必要，其实奥金符也没必要砍提的，只要三冰箱确实有点厉害，三冰箱太厉害了。那这边是死了吧，1万29点血，这边场攻是够的，先 A， 然后伤害全打在脸上。那这样的话，恭喜以色列选手就先下一城啊。两边比利时吧？啊，对，上面是比利时选手。比利时，对，口误。是的啊。我看到比利时这边话是先拿到一分。是的，这边一个火法对阵一个海盗战，其实我觉得胜率还是胜。赢在还是红龙和三个冰箱吧。对，赢在其实雕纹开的还不错，然后过牌也够及时，骑手也不错，其实是。是的，骑手还可以。嗯。反倒是下面好像是到死都没有看到334，对吧？对。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三四没有三四，有中间抓，中间抓过是吧？那只不过是三个冰箱，你伤害其实溢出很多，但是都破冰了。不是很关键。好，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话，比利时这边双职业是战士和德鲁伊，而那边的话以色列是一个骑士和猎人。骑猎战德和骑猎，你说他会上德还是上战呢？因为对面的话我感觉可能性更高还是上骑吧。德和战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形态不好说。如果德的话是青玉德的话，好像还挺厉害的。青玉德打骑和猎的话，猎人应该算是一个偏快一点的，其实他很有可能是个奶骑，如果这样考虑的话来说啊，奶骑的话，如果你是青玉德就拿青玉德，如果你是快攻德的话，其实打奶骑并不是很好打。对，快攻德的话就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是快攻德，你搭配的应该是一个任务战，可能是个任务战。任务战的话对着奶骑其实也，但是我感觉还是比快攻德好一点，也差不多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青玉德吧。嗯，
但是也不好说，就是赛前准备的，双方都不知道对面的卡组是什么，而且形态也不了解。感觉左边这个解说特别逗，表情很丰富啊，表情就眉飞色舞的感觉。是，应该是他们也是刚换了一波解说，刚才不是这两个人。有点忘了，因为我有点脸盲，在我眼里，外国人都是长得差不多的。好，那这边第二场比赛马上开始啊。哇，以色列这边这个选手戴的好像跟他们那边的异域风情的帽子啊，对，这边也是海盗帽吧，这算三个是。人在一块儿。是的，嗯。我们这边若基也是，他还说他开的这个网吧的，好像还很贵来着，嗯，这个据我所知，350好像一个半小对。时，也不知道是叫了什么服务。啊，好，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比利时选择的是上了一个战士，而以色列这边用的是一个骑士。对，战那士。可能是不是任务战啊？任务战打，Fight 不知道什 with 么形态骑士。还是海盗战？那海盗战对阵鱼人旗，啊，这个对局怎么说呢？就是看两边哪个胡。是。其实两边都胡的话，战士会更厉害一点，因为战士会解场，战士有前期解场的能力，而骑士没有，骑士前期只能铺场。哦，战士这边其实好像很一般吧。很一般。对，骑然士这边后，稍微好一点点。但是骑士这边骑手很不错，对。如果这手解不掉，直接贴上去 buff 就很厉害。这边总不可能双升级吧？你会升级吗？双升级解是一个，双升级解也未尝不可，就一定要双升解级感觉。解完，下一回合我那边二费跳出一个是4-2。对，这个双升级感觉是必须要打的。对，然后而且我还可以就是有一个3+3，下回合也是可以的，看对面怎么选择。对，这边应该是新先上上一个水个纹吧。水纹的话，百分之百不会加上这个是，就下回合不会给这个是那个对，反正也加不石球上，加那要上。不还是上2-3算了。对，我觉得还是2+3吧，给对对，面一二杠三个，好歹还有一点嗯，血，不知道对，对面怎么补。这个我推荐还是2+3好一点，因为而且纯水山。纹雪茄，等会儿下回合也可以刚好和奥秘搭配，刚好三费是的。嘛。实在不行，我们三费也可以提剑的。对，还是选择了食堂猎人。这边问题不大，这边是选择上，我觉得还是上长弓高一点的好。反正武器的耐久还是很高的，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海盗会卡手。这边提刀解掉，这个两边基本上选择都比较，基本上没什么选择。这边可能海盗都不敢上了，很难受，砍一刀，然后上个1+2吗？节奏不是很好吧？怎么感觉突然之间上面有点崩？上边主要是两个升级确实有点崩，如果一个升级换一把小斧子，那节奏就不一样了。换吗？我觉得没必要。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换。其实，你接下来的手牌好像也没有什么能搭配的嘛，对吧？哇，这两个剑龙要命了，感觉。是的。这边先上水纹侠看一眼吧。像水纹学这样。其实打海盗战最好的可能是挡刀，但是救没有赎。挡刀的话，这边肯定是拿救赎了。是的。忏悔一般忏般。悔一般，救赎吧。忏悔挺一般的，但是，反正我觉得现在拿什么都得看他自己下面的下一张了。对，下一张只要不摇报告，我觉得都还好，就不单纯的摇报告就还好。是的。这边暴论还行，还可以。把水纹侠解了，毕竟是个鱼人的属性。再来个水纹侠，还行吧。这回合再上一个救赎，下回合真的，下回合稳定可以贴这个哎，有挡刀了。挡刀，一定要拿挡刀，因为你到后期的时候，你把他场面一解，他的武器就直接挡他的武器的这种，最好的肯定是挡刀。
其次是救赎或者撤离这样。也要报告上救赎啊，这个一定要上救赎，就是你要保证你有一个生物，至少不能让对面全解掉。救赎一个一一没什么问题的，不要太贪。嗯，挡刀其实这个时候，挡刀救赎都挂吗？那对面太好猜，你这是什么奥秘了？我觉得，对于我是个海盗战来说，我首先想到的两个奥秘就是一个救赎，一个挡刀。是的，因为你如果放一个战术撤离的话，那你不是这个挡刀也很傻？不可能战术撤离配这个挡刀，这个太不现实了。这边能全解，哎，不能全解，怎么都不能全解，那就没办法了。这剑龙是一定贴得上去的。是的。还是要解鱼。暴乱肯定走脸了，这边东西。这边还是要贴剑龙，贴剑龙贴给二一，然后刚好全解，还剩下一个，还剩一个二六。是的，二六好歹也是强啊。对，二六已经很好了，你要怎么讲？对，相当等于一个二倍增幅，还是没有任何负面效果的。对，而且下回还有强。那这边换刀，哎，可以砍一刀，不行。啊，这就是。血量很尴尬，因为是六血，手里全都是打五的费用。如果有个升级的话就好了。那感觉这个战士已经走远了，因为下一回合上一个馆长，然后再下回就再贴个剑龙，这个墙是根本过不去的。嗯。而且馆长还能过到一些生物。对，肯定能过到鱼，什么冲锋鱼啊什么之类的话，等会又是个结场。对 ，Blood and Plunder。哇，两个领军也很厉害，那这个还是会先上个馆长吧，或者这会直接贴剑龙没问题，贴剑龙没问题的，贴剑龙解掉是吧？对，贴剑龙把对面解掉，然后对面也解不掉这个什么剑龙。嗯。哦，他还带了奉献龙，那这盘我只能说战士走远了，抱歉。上了之后砍掉右边，左边的可以先不管，当然也可以砍，也差不多。哎，战士可能赢一手沉默，可能会赢一手沉默，因为你毕竟有个剑龙贴上去的话。可能会赢一手沉默的。嗯，有可能，因为现在算是感觉带那个沉默还挺多的。对，带破法。现在破法还是在战士这个海盗战的构筑里还是可以的。Let me think。这边可以上四条鱼，四条鱼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死，你很可能会死。我觉得这回合肯定是要贴个剑龙，贴给一三上吧，先上那个二一，然后再上一三。如果加给一三是最好的，那加不给一三的话也要贴给一三。Let me think. 战士现在很绝望，感觉。来手沉默是不是有机会？砍一刀七也不行了，这一抽就没机会了，不太可能有赢的概率了。是的，这边只能强行解一个，第二个的话，哇，真的是下面的墙太多了，我觉得没有赢面了。是的，这个骑士所有的墙应该都抓到手里了，除了一手伏定，还有手超管。嗯，而且它可以进化鱼，进化出墙，它打到这个时候战士很难赢了。挂机两个领军肯定丢上血了，两个领军再加上一个那个吧，下一回合斩杀怎么样？或者选择先上一个领军，然后再上一个巨克龙，
嗯，赶紧进，我觉得可能进化好一点，进化的话可以进化出嘲讽。哦，他要上风线龙，更稳，这个是更稳的。可以，风线龙的话毕竟屁股大。对。然后还能再把自己鱼人给被他扶一下。这个就没法输了，这是的，这一筹是没法输了。四杠八，三杠七，里面还有个二杠六，哇，太，怎么莫名其妙的感觉很合呢？啊、四八三七二六。啊，我感觉这个海盗战真的已经走远了，不知道还该怎么赢。应该是斩杀了，两领军加上一个这个。上吧，两个都可以 all in 了。他可能还想上墙，没必要了。好像已经死了吧？这场控是五加上八，五加八是多少？十三。差二嘛，然后随便找一个加一加一也好啊。然后风怒也赢，包括加三攻都赢了。他还想 BM， 这个还是没有选。哎。哇，这个你要全解完吗？这就是败人品。败人品。嗯，好，那这边的话现在是打成了一比一。是的。非常开心啊，他们这边。好了，那下一个选手看来是右边这个小伙子了。是的，喝了口水的那个小伙子，好像看起来是。嗯，好，兄弟，你那个你打完了吧？换我了，换我了。啊。让我玩一下，有点像那个小的时候在游戏厅里哦，对，换机子是吧？你这局玩要该我了，我投币。哎，其实炉石，我觉得这样子搞一个团队赛还是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会比单人玩的时候，其实单人玩有的时候抉择性，像我这种比较容易纠结嘛，然后我就会选择不定，因为有些打牌的结果，你看起来从你的自己视角来看，你觉得两个方法都有可能是可以的。其实你最近没有看这个 HTS， 可能是最近 HTS 确实也比较有趣。对，队友都在一个房间的，我知道。对，然后其实就是三个人在一块嘛，然后就可以就有 IG 是尤为有趣的一支队伍，因为三个人经常吵架。是吗？对。啊，这个肯定不能这么打，这怎么样？我知道他们队以前就听起来特别像吵架类型，然后每次就是上台训练，还是我们没有吵架，我们是在合理的调，就是分析剧情。对对对，其实确实是合理的分析剧情。对，只是听起来很吵架。是啊，我们看到这双方也是派出了接下来的选手。是的，嗯，双方已经是一比一战平。嗯，哇，这个选手感觉眼神有些迷离呀、啊。哎，这是不是上来过啊？嗯。哎，太我太脸盲了，我实在是分不出国外的选手。确实，就是国外的人就是很感觉可能看起来都挺像的，是吧？嗯，对。好，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比利时是用的是萨满，以色列用的是一个牧师。是的，我们在上一场比赛中看到了一个牧师张牧掉下来打这个、嗯。哎，这个的话，我们看到有一点点新火木的感觉了。对，至少是有这个翻倍等攻这个一套的。是的。而且还带了哈里森，带了痛，那是也是有控制性的。这边有哈里森，然后对面的话肯定是有青云的小斧子，还是能收点东西。但是骑手不太可能会留吧？骑手如果留哈里森，是不是太拖节奏了？那肯定不可能。对，不太可能留。这边只留了个痛啊。啊，朝北郡有没有？哎，这个光荣元素还不错，蛋黄也可以。好的。这个叫蛋黄了吗？现在爱黄、啊、果然又是一个在手上的帕西斯。哇，今天的比赛怎么了？这个在手上真的是，你看笑的不行了，很开心。那这边直接跳了吧，也不好。下一回可以上埃皇，然后再去，对，再找个盾什么的。对，那这边也要吐槽，其实两个法潮还不错，两个法潮是吃痛的，属于这种。那这边先上一个，可以先上一个全硬币找一下。啊，因为好像我感觉其他的话你也没什么好上的了。你们找一下下一回合节奏可能会不是很好。那你就直接上，如果对面有火蛇我就认了，然后大不了我交痛下一回合是吧？对，下一回合如果上火蛇的话就直接痛掉。那火蛇这种东西真是不太敢留的。他可能会考虑先直接先找一个不上这个
哎，黄也可以，好像就主要是看他这套牌里是有什么劫上来的法术了。如果是有 A O E， 这个硬币我感觉还是可以省一省的，对吧？如果他有害，我觉得就省了，嗯，就不要上。但我觉得有害的概率太低了吧？看起来没有像之前我们看的那个那么脏嘛，是我感觉稍微干净一些。看看他找到什么啊？这边的话还是适合新手。那应该是，哎呦，疯狂和龙息这两个真的是。龙息的话，龙息可能更稳一点，因为毕竟萨满的牌基本上都是在他这个 A O E 范围内的。这边直接上一个马桶过牌，场攻高达一点。慢慢来吧，对吧？未雨绸缪，我们先摸牌。对，不着急。啊，这边痛，可以直接痛掉。可以上这个埃皇了，埃皇是痛掉。嗯，这个应该不太敢留的，这个东西确实不太敢留。硬币可能要留给这个龙小水了，感觉是。哇，真的这么贪吗？这个埃皇就是不上。那看来莱拉，莱拉不一定，莱拉不。那这边是再上个马桶，然后再上个一二好了。反正就把这些杂毛丢上去，然后过过牌。你要接的话就接我杂毛，我也不亏。对。嗯，牧师这边其实这三个人真的挺贪的感觉，他埃皇都根本不想卖，这边直接马桶没什么问题。哎，哦，他觉得这个海盗可能会吃到一些武器吗？他难道会觉得对面有麦迪文？我觉得麦迪文吃一耐久也没什么作用。这边，哦，这边打算二加三直接给他贴一手，这样的吗？不是，没有，他准备找一张。哇，我觉得他好贪，找了一个盾，然后再叫一个痛。咱们这边火蛇可以处理。嗯，火蛇帕吉斯。嗯，或者火蛇加上帕吉斯先不上，火蛇先上个石丘可能好一点吧。石丘找个白眼大侠。啊、嗯，白眼大侠是不错的一张牌，相当厉害。对，或者找五五也可以。对，找五五也不错。或者土元素、奥拉基这些就是都还不错。萨满是仅次于骑士的，就是这张牌。嗯，对。因为萨满的职业牌里的质量嘲讽是也是非常多，对，而且就有的时候还能找奶，对吧？对，有一个二四身材的温泉图腾，对，温泉守卫，对，温泉守卫都还蛮强的，是的，所以萨满基本上还都提出来带这张石球的。哦，他想上这个雾，也还行，上雾，嗯，哦，不上雾。这他是不是费用算错了？嗯，那为什么不上五五？他既然摇了个图腾，推了个节奏，怎么办呢？因为上错了只能演示一下了，所以刚才送了一个二血的。没有没有，送二血是为了多打伤害，他觉得一血和两血的差别不大。我觉得确实没问题，一血和两血的差别确实不是很大。而你卖掉那个两血的生物可以多打两点伤害啊，对，挺关键的，两点伤害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太起眼，是，对吧？毕竟是两费呢，对吧？对面要奶一口，对，而且可能会影响你后面万一什么伏笔了，两血差两血斩杀就很伤。这边这一手其实很逼这个龙息药水，如果不交龙息药水的话很可能会被抢死。第二种方法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好哎。这个鸡腿硬币翻倍，鸡腿硬币翻倍其实也还行，可以加很多血，然后。是这个。Is someone injured？哦，这样的。You wish to live。来个嗜血会不会死？嗜血的话好像不太行，十二加上七。哦，竟然还有他。没想到哇，我真的很对，很意外这个牌。哎，这个牌确实我们现在这边挺少见的。但是你别说，其实萨满带一张这个确实还行，挺有用的。对，现在萨满的话，包括如果是蛮御萨的话，也可以加这张进去啊，因为蛮御萨铺长铺的还挺快。对，因为萨满现在铺长确实都非常的快。是。哎，别说，还是有点，看确实有点这个挺有用的，有点用的。而且这个时候。Out of my jungle！ 哇哦，那可以摇个图腾，不好，摇个图腾的话，可能海巨人上不去。摇图腾现在就直接是一加二算了。你觉得呢？哎，不，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防一下，对，他会上这个一下还是可以的，应该如果直接上、那个、应该会把北军解了吧？哦，把北军解了吧？直接北军。这边可以过牌吗？过牌有点伤，可能要死。这边不打龙息的话可能要崩了，对，龙息还是要打吧，主要这个火蛇你处理不掉的话很伤。嗯，这个火蛇首先你没有痛了，没有痛的话对阵这个火蛇你就一时半会儿是根本解不掉的，就交个龙息吧，因为下回如果对面把我血线压下来的话，我还有硬币，然后又有鸡腿，对吧，还能做些事情，是，但是问题就是我手上没有任何解了。但这一波的话，嗜血一过来的话，太可怕了。对。怎么感觉他这么纠结呢？他还想贪吗？这边主要是你交了这个龙息的话，对面再扑的话，你没有解了。没有解了的话，很难受。这两个零五五确实是有点强，而且可以进化的。嗯，哇，这一波，这波好像要忍一下先。我感觉这一波怕是牧师要上天了。我觉得这回合最好的是忍啥呀？直接五加一加进化了，要我。啊，这太对啊，太凶了吧？凶什么？对面已经交了个龙息，我还防他第二个吗？可以，可以很拼，而且有可能你龙息也解不掉。对，而且我有可能还出来个冲锋。然后，对吧？想想出什么比较崩啊？我想不到能出什么崩的，反正只要身上我没有二费，我感觉内心毫无波动，一点都不慌。是。好，我们看这波进化是什么。好，来进化看一下。然后三个一怎么样？ 哇，厉害了！这头大小兄弟怎么赢？这三个出来，这几个大家伙没办法了，根本没办法。有一张橙卡，两张橙卡，对不对？算不算两张橙卡？算。狮子算一张伪橙卡吗？对。还有一张受到伤害就有一个二杠二的嘲讽，虽然不会去打他，但人家是六攻啊。哎，我发现这个。哎，再来一张龙息。不太可能了，赢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发现这个后期制作人员很强啊。偷一张衰变的话也好像不行，没有。偷衰变没用的呀。没有没有，偷衰变的话对面抢攻也挺高的了。最惨的是三个二加上一个一一嘛，三个二加一，但是你把把解不掉，还是要死啊。对的。嗯。而且还不一定能抽到衰变。还真的没有。好，火蛇投了吗？啊，没了。来拉出来看一眼最后的尊严。You have best。 好，原来解一个也算是拿到了最后的尊严吧。哦，那这样的话比利时已经是2-1领先了。是的。哇，这一波异变还是相当强势的。对对对，这个异变还是很关键，主要是这三个小兄弟一块来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可能已经到了版本偏后期了，大家比较突然之间，我感觉这种萨满还挺多的原因。
嗯，确实这个萨满就是只要有强度，其实只要不变得太崩，对，就还行，真的很赚的这个牌。是的，而且还挺有意思，对吧？变什么自己都会觉得很惊奇。其实炉石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点小惊喜，也能让人开心很久。特别比赛里面，我们特别喜欢看到这种小惊喜哈。我们看到最后的话，两个职业，比利时这边用的是一个骑士，而以色列这边用的是一个德鲁伊。对，那这个德应该是一个青绿德吧？这也真不好说，因为真不好说吗？关键两边骑士的形态和德鲁伊形态都不好猜。对。而且对面也不知道，对面不知道你的形态的话也很难猜。对，因为小德的话我感觉无论打猎人的话打骑士的话、啊、我是蛋蛋德好像也都能打。是的，这哥们儿看半天了，终于上桌了。不容易，终于上来了。是的，这左边这哥们好像在生活在黑暗中。光线有点暗，可能是因为时差缘故吧，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现在是离我们这边差几个小时，但感觉灯还是可以开一下的，对吧？他开了后面一个灯啊，但是看不清他的脸。这个比较暗，比较有情调嘛。是不是你们由此得来？可能这个人不是单身。是不是你们女孩子家都喜欢这种格调？没有，啊、我只是随便说说的。因为我觉得正常我们的家都是非常亮的，非常亮的。对，是就是明明晚上了，可以亮成跟白天一样。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白天。晚上就是白天晚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对对对。好，那这边青玉，如果是青玉德的奶骑的话是青玉德优势，如果愚人骑打快攻德的话可能快攻德也是优势，因为对对对，但蟹的话还好，但如果是奶骑打快攻德的话就奶骑优势一点。嗯，对吧？嗯，是的。如果还有什么情况，如果青玉德打愚人骑的话就是愚人骑优势一点，对吧？嗯，所以说就看两边形态。对，就看形态呗。是的。其实这个版本，你说石头剪子布厉害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杯这个比赛赛制，还算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一个赛制。嗯。好，这边是一个青玉德吗？不是。嗯，有咆哮和利爪德，那但是有一张三杠一杠五啊。哦，应该是。应该是青玉吧？不，应该是快攻德，因为他有咆哮。他只不过带了那个四四的冲锋嘛，那为什么他要带三一五呢？交友啊，交友其实在快攻德体系中还算不错的，因为他可以保护自己墙后面的这个单刷龙。哇哦！但是对面崩了呀，对面骑手，对面骑手橙卡太多了，崩了。对面骑手这个橙卡越多越崩。哇，这个龙只要第一手封怒，我感觉再见了。是的。明天见。而且下一手的话直接这边一杠一，对吧，冲出来，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帕西斯在手。对，说不定还能再摸一个一飞的，那就更厉害了。骑手确实有点厉害，这个激活上这个雏龙特别强。哇，别看他现在是个雏龙，一会儿他可能就巨龙了。是的，那看来又要打 A 四战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是很亏，在一点是就如果上来就被解掉的话就特别的亏。解不要啊，就欺负你骑神，骑士怎么解我？竞技场里，大家如果我觉得投一个票，就是打竞技场中你最讨厌的哪张牌，这张牌绝对是能排上数的。这张牌绝对是前排，甚至能第一。我觉得他我感觉比剑龙可能还要恶心一点。可能我遇到少，我目前为止是被剑龙打的不要不要。哇，这边难道要咆哮直接开了吗？不会吧？那不至于吧？那我们还是先一吧。别，这样有点太过分了。啊，就是先一嘛，对，就是上一个快算了，先打，先打，对，先打看一下。但是如果他的选择，这波咆哮不太可能，咆哮太亏了。这个不是咆哮的诱惑，忍住。你先，至少你得先出个风怒再咆哮嘛，对吧？是。哎，没有没有的话，加一或者加三攻，加三攻。加一加一可能更稳健一点，是血量高。对，这边可能要硬币城管了，感觉。不只要城管了，这东西风怒起来吃不消啊。但还是有点伤，这边因为你要交硬币城管的话，你劫场的能力基本上没了。但是还好有那怎么办呢？有苦痛的话还行吧。哇，这个
这个厨龙真的是烦得要死。看他选择什么吧。这个首先苦痛是不现实的，平等交的话，你手里有奉献的话是可以考虑去打平等的。哎，其实说实话，你平等现在交了，奉献都不一定有，万一的话找出一个加生命值，那不就是又崩了吗？是的，就很难受。啊，这边应该啊很难受，就很想哭。把灯打开看看有没有希望，我觉得打开灯还有点希望。打开灯亮一点，对，毕竟因为骑士是一个圣光职业，你这么暗黑对吧？毕竟你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算了，不说这些问题了。欧洲人嘛，欧洲人，但是你营造出一个脸黑的一个氛围，脸黑对吧？可以，这波脸黑很强势啊。你看对面多好，对面这个哇好开心、啊、衣服都是白的。哇，对面我觉得只要跑校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跑校加一都掉了吧。是，可以。哎，跑校加一加一啊。可以的。想想啊，这个加一加一其实可以交，大不了我们就送一个。啊？有必要留一手吗？加三攻吧，这个时候要加三攻了，因为攻击力略低。哦，他是要保怪，下回再加也可以，反正对面三费也没有奉献的可能性啊。这样也可以，这样就是说少打一点伤害，但是我可以保我的随从，嗯，问题不大。啊，这边应该是苦痛已经来不及了，那就先来一个使用虚加。哇，啊，这边我觉得先全铺 all in 可以问题不大。怕什么，这个德怎么打，其实前段期就已经完全诠释了这个游戏，莽过去。对面如果有个炎术师就翻了，是根本不要慌。风怒死没死？还没死，没死也半死不活了。对，来个王宇。对，王宇的话应该是翻不了了。是，不要解，不要解，没必要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会解？忙过去，忙过去。对面只能撞一下，找炎术师，没炎术师走了，有炎术师也走了，那投了吧。赢了。对啊，有炎术师也没了。不知道怎么输了已经。对啊。啊，这边已经下面已经 give fight 了啊，我们终于可以打 ace 了，啊、谢谢哥、啊、对面哥们不开灯。这个真的是出动太厉害了。是，那没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恭喜两边啊，两边同时要打这个 ace 战。对，精彩紧张又刺激的 ace 战要来了。是的， ace 战只要打成了2-1是不是就已经结束了？啊，不是， ace 战只打一场，就打一场啊，谁赢谁厉害了，就是三选一啊。这样子打一样的。哇，那是真的紧张又刺激了，就可惜这辈子看不到术士了。术士会不会出场呢？我们拭目以待。小明术啊，直接拼运气，总不可能吧？不现实吧？虽然说有些人说小明术是有强度的，那都是鬼话。哎，好，那我们看到双方的选手在 H3 使用的是一个德鲁伊，然后以色列这边用的是一个法师。嗯，德鲁伊对阵法师。其实德鲁伊还是就最近比较非常非常强势的一套牌了，应该算是。莽福德只要莽上去，你就能拿低保。对，德鲁伊这个牌就是你看激活上一个出笼啊、嗯，再见。对，哎，解不了，那你就 GG 了。就好比暂时上了一个暴乱狂养，解不了你就 GG 了。是的，啊、而且出笼的生存力还要比暴乱狂强很多。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吧？因为它可以加血啊，加一加一啊，包括还有王宇什么之类的。对对对，是的，真的厉害。进化还是强，但的问题就是三费这个只要不被解就还好。对，被解了就很爆炸。是的，很稳。啊，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一场比赛，是韩国打哪个国家来着？韩国对阵荷兰，荷兰对荷兰。
太子应该会上吗？你觉得有可能吗？太子应该会上吧，太子是这个核心啊，荷兰的国宝。哇，这个、就是、国宝级选手应该算是，就好比我们这边的印度外援一样，也是我们这边国宝级的选手了、嗯、这是球星一样的作用，等于说这边看来还挺纠结的，是派人也不纠结啊，早就定好了对吧。是的，这个 A 四站的选手是早就定下来的。对，如果职业的话就是临时的话会选在三个中选择一个。嗯，好，那看来比赛应该是快要开始了。哦，不是三个中选择一个，是两个中选择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选手本来是有两个职业嘛、嗯、在之前已经使用过一个了。哦，之前已经使用，我差点说错了啊！再解释一下，就是之前他已经使、嗯、他本来是有两个职业、嗯，他之前已经使用过一个职业，他还有一个职业，剩下的职业和 A 四站的职业选择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对，还是同样的二选一。因为术士默认被办的。好，那这边是一个青羽德对阵火法，那感觉火法需要非常糊的棋手才行。是的。那青羽德这边棋手还不错，棋手，我觉得可以换掉一个，把岩石换掉就行了。嗯，或者是就或者苦痛也可以留，因为现在版本现在这个就是带了大量过牌的这个青羽德是很容易就是爆牌吗？不至于爆牌，就是很容易糊起来的。哦，就根本不是特别慌自己不够牌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之前的青羽德大家就是选择就带了苦痛什么的，就是觉得之前过牌还是不够，我过牌一定要更多。其实还好吧，我玩青羽德的时候不带苦痛也没有觉得特别缺牌啊。但是就有些人可能就是抓不到该有的，但是青羽换掉了，这个安雅换掉了其实有点伤。 Job done。 还可以换的，勉勉强强吧，来一个青云绽放就好了。是的，只要前期苟得住，过牌过起来，这个活法是不好打青云德的、嗯、但是青云德容易被这边的麦迪文打崩，解不掉那些大屁股生物是吧。是的，这边直接硬币成长，小窝上苦痛可能是这样。硬币愤怒就是不给你战场，不给你斩杀我的机会，这个要防一手斩杀。吃力防二费，吊门斩杀。对对对，那这边肯定是丢上去了。这个没必要去贪他的这个战火效果。嗯。好，这边来一手成长。好，过牌。那其实法师这边前期还行了。哦，这边也是带了末日。那就苦痛加上一个护符吧。下回是个五费回合，五费回合有一点点难受，希望来一张滋养什么的。对，这边我感觉末日要丢了。其实来张青玉之灵也可以，他这边只要青玉快点成长上去，其实胜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法师这边不太好处理了，法师这边首先没有兵剑、嗯、处理不掉这个一三，然后一三手里的苦痛的话丢上去，要不丢苦痛互相六，互相摸是吧？你蹭一我蹭一，大家一起过牌，大家一起开心开心。末日点掉，然后走脸，让对面自己过一张，还能接受。嗯。哎，成长还不错呀，那先过一张牌，先过一张牌，这个灵犀肯定是解不动的，然后看有没有成长了吧。涨了吧，成长吧，要不严术师强行严术师成长再去过一张牌，没必要吧，强行过吗？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就是还是要过牌是吧。他这边牌你说特别缺吗？好像是有点缺，有点缺牌啊，感觉好像等会儿六费就一个三杠六，然后出来的怪也不是很大，这个我觉得可以过，可以过，很缺牌主要是看过什么过成四国一般。我觉得这个牌是一定要过的感觉，因为手牌确实是比较糟糕。这边可以选择一个二加三，我觉得苦痛丢了吧，给对面点压力吧。
破坏一下对面的节奏。那你如果保守起见的话，就选择上一个奥秘，但我觉得没必要保守，就上一个挺好的。主要也没什么奥秘能骗的吧？是的，哎，这边还带了反制。反制的话，打这种德鲁伊反倒什么比较好点？打德的话呢，还是反制一些结场或者是清御护符这样好一点。但护符很难去被反到，因为对面应该会想。他无所谓，你反掉我一张，我还有第二张，总不能你两张都把我反了。交过一张了啊，已经交了一张啊，那是有点恐怖的。对。那如果已经交过一张了，可能会防一手。这边兵剑点一下，如果兵剑点一下，然后把这个三六解掉，然后可以三一去撞那个二二。嗯。这样过牌可能好一点，而且可以稍微解一下场。可以点自己的话就是上奥秘了，就是打自己的节奏，就先不要解场。哎，可以法力芙蓉解个奥秘，但是会被对面直接解掉，不是很开心。这样的话这局还是蛮重要的。是的，这边可能得考虑怪不怪反制吧。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一个反制可能会起到很恶心的作用。嗯，那法力芙蓉上了确实是就送了的。哇，这个意思就是强保啊，强行保啊，强行保持一手奉献龙啊。这波撞一下打一手奉献龙，或者打一手横扫。嗯，加基森激活横扫好像没有打奉献龙合算，还是奉献龙好一点。而且奉献龙战场也厉害。对，这边一个贪欲丸没什么用，雕纹雕纹吧，雕纹找一个陨石树有没有？没有，只有阳变阳树，还有冰箱、啊、变形钥匙。变形钥匙太差了、啊、变形钥匙这样我感觉好像是真的用处不太大。也别说，这个变形钥匙可能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是吗？难说吧，如果他摸到一张幸运之灵那就没什么用处了。对，对面如果只有一手加基森的话，只有加基森被反了，被阳了的话是真的要崩。是的，哎，但是之后的手青玉护符、青玉巨兽，但我感觉这个德鲁伊可能会打加基森的。哎呦，那要崩了！这节奏就，哇，这边以色列选手非常开心啊，终于感觉抓到了一手，这个打了一个心态差。这样的话，这边直接上一个麦迪文，节奏回来了啊。很开心，这边很开心。护符的话是第二张护符了，这个时候可能不太敢站出来了，可能打一手。哇，这个节奏，这个被变形的话，真的是很炸。好，这边一个青玉巨兽，然后这个护符应该不会打了，可能我等一手，再等一手过牌了。这个加基森被养了很伤。嗯，这边应该会先打一手呼啦，感觉火门好不好？火门，哎，麦迪文南普可能。还是呼啦好一点吧，呼啦，然后撞掉，然后点，然后南普点掉那个三六，这盘翻了呀。呼啦只要不出，不出太差的就行了。七费什么东西差一点？其实来一个加盾可能好一点，感觉来个加盾的话，直接点一下那个也不好。看他来什么吧。哇，哇，这个厉害了。
人小都要疯了，本来已经够难打了，你还再给我来个安东尼，这没法玩了。打什么？这个双横扫解，然后双横扫只能双横扫也解不干净，还要自己卖脸。关键是这个反制可能会是的完，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个解都解不掉了，那没了。这两个奥秘简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是的，没了呀，没了没了，这边而且才四杠四，哎，太小了。火门加上，直接火门加上冰箱啊！不要打二费，二费容易出问题，二费来个末日怎么办？对，打火门挺好的。对，打火门怼脸都不慌，我觉得。那先打个火门呗。他这算是不是死了已经？哦，已经死了。哦，已经死了。火球。A 一下 ，A 一下，然后火球点一下，死了。是的，刚刚好。是的。神一般的安东尼。这个安东尼还是可以的。太强了。好的，那这样子也是恭喜下以色列的选手是获得了一个大分，在第二阶段。对，确实也是翻盘吧，也算是很好。好，很强势、嗯，很强势。这个意思是六六六吗？原来六六六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庆祝的方式了吗？可以的。那、这波还是很稳啊。不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六六六的话，不是应该在后面的队友打吗？对不对？后面队友拼命喊六六六，那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以色列是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嗯，那我们今天的话，世界杯还剩下最后一场比赛，稍后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场比赛的两边的比赛情况。对，是通过 ACE 战是让以色列这边是获得了胜利。对，那我们稍后带来的是一场。